十个赛季的人吗？来看一下这球飞得有多远。小圈之外就是距离天狗贾巴尔的这个记录在不断的慢慢的拓进。后投篮是的，后边二小双枪啊，是吧？三高配双枪，而且关键是这相对来说呢，就是都有一定的投射能力。这边强吃，老詹，詹姆斯终于得分了。现在都是各有七次失误了，真的是挺多的了。刚一节啊，你要四七二十八个失误，哪那么大的呀？嚯，詹姆斯杀进来，好球！又是一次个人能力啊，直接是能够很好的柔合在一块儿。你看这个又是没见有什么传球，詹姆斯加速了，自己来再打进。勇士过去两分多钟就普尔进了一干拔，对，他这个阵容，勇士上三后卫了。是吧？对，勇士库里、迪文琴佐、穆迪，勇士三后卫。但是反击当中啊，这詹梅连线还是非常帅的，今天确实是流畅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分差我们看不知不觉之间来到12分，这是科尔晃晃悠悠，最后半场剩4分来钟把这阵容拿上来了。你看啊，练得差不多了那几个，哎，怎么样去把它调整好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就是说，你让不让威少上？好球，2+1。您接着说，张指导。急停掉头，上面只有这个急停掉头。这个呢，你如果脚要是蹬不上劲啊，这个不好投。他，你看他蹬完劲了以后，他很稳。詹姆斯有了，詹姆斯，嚯！哎，阿克伦双铁，这球被抢断了，看看反击有没有机会。沃克给詹姆斯，詹姆斯直接起，漂亮！呵，争球啊，争球！对，五小就得个个换啊！哎，慢球得收住。詹姆斯冲起来往里杀，好球！反击冲起来，詹姆斯还是能得分，就是反击的机会。沃克找詹姆斯要扣了，他们说老詹今天还是能扣啊，还是能飞，还是能起来，但是就是这种得分确实不是很解渴。进去了，浓眉传出来没法上篮，真难啊！有最后詹姆斯收下一个篮板，把球打进，在这一节打了一个6-2，16分。库里27，给詹姆斯投进就上30，31分。